云溪在哪里嘞？这一切都是编辑抓的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主要就是因为编辑每一次他都负责整理，可是你们一天拍片用的比一天还要乱。后来他来找我之后，就是要跟我讲说，他能不能也加入吃货们的行列，因为他真的不想要再整理了。然后被我拒绝了，所以他当时就痛下杀手，先把我干掉。现在他把怡音抓着，就是为了要引诱甜甜和 Pola 来做一次赶尽杀绝。就这里啊？哪里？这里啦！我也在这里，还有编辑也在这里。这一次呢，就是由编辑所挑起的战争，吃货们这边要由甜甜队长来跟编辑进行一对一的决斗，输的那一方就永远退出吃货们。这样子的条件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决斗。就是首先这边的代表是编辑，这边是我们吃货们的队长，他们这次要来对决的项目，从起点开始进行弹跳球，弹跳球这样子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来到了中间的位置，从旁边抢过了香蕉，开始吃香蕉，全部吃完之后呢，嘿，到这边抢下这个竹竿，要进行转圈五次。五次转完之后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向了终点。最先到达终点，谁就拥有吃货们的控制权，输的就永远离开吃货们。准备好了吗？各就各位，预备 ，Go！